以前你们最早玩云顶的玩家不知道记不记得，以前我们是可以这样拉着一个怪，然后一二三四去看的，对吧？然后后来后来改的不行了，现在要怎么办呢？现在要在云顶之翼这里侦查敌方玩家这里设置 F1,2,3,4,5,6， 然后你就可以跟之前一样去操作了。这个大家有听懂吗？就你们现在操作，我想拉着棋子对位是怎么对位的？是不是这样？然后这样去对位，然后按空格键放回来，这样会比较慢。之前一直拖着棋子，是因为 Flancy 跟我说的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拖着棋子看了。这个连胜不太好打，说真的。花钱。这个连胜真的打不出来的。当年还以为你是一个大帅哥，这什么话？这什么话，兄弟？现在就不是了吗？数量有点少，说实话。哎，你都没有超级加倍的，你在那边保机会连胜啊，连败啊，把人麻了，真的，完了，这个逼铁了心要，这铁了心要这个搞了，逼我空城，我想玩赌艾希的这把，他逼我空城，我不得把艾希卖光，靠，他逼我空城是吧，兄弟，还卡艾希，有点贱。逼我空城，哎，我这把想赌艾希的，那逼我空城怎么办？空城我还吃不到利息，说真的。我没排到，我心太疯了，兄弟们。啊，这能没断掉他，我难受死了。点了点了，不想打了，这只游戏。感觉像武器。哦。你别说，我的 AI 是什么来着？击杀回400血是吧？哦，可以，哦，可以，我有救的，兄弟，他有救的，突然之间，下一波出海克斯无情连打我就活了。好，我又输了一轮，完美，给个攻先，这样的。再杀一个，再杀一个，妖姬，妖姬，我搓搓搓搓搓 ，OK， 69血的六连败，扣八，扣九，60血的六连败，坏了，要玩武器吗，兄弟们？轻雨巨杀。这样的话，我想想，我甚至没有第二张武器。缺攻速，没有无情连打。希望下一波海克斯出一个，至少是个大数据吧。没有大数据，你出个3334的，让我刷个无情连打。无情连打也挺不错。七人口两 AI 四斗三机甲，水银银血还是巨杀法爆？
有火炮的水银优先级没有很高，缺伤害现在。然后这个 AI 缺伤害缺回复，说实话这个 AI 感觉开的意义也不是很大，回400血是吧？水银可以不要了，带出来正好吧，银血做呢，银血做呢，然后 AI 先不要急着开了，这 AI 开的等狼人再说吧，硬开 AI 很难受。先这样，我武器其实玩的不多的，你都要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阿北其实武器熟练度不高，我很少玩这种阵容，就武器玩的最多的时候是什么，就是第二个版本是个人都在卷武器，然后我很少玩卷的阵容，他们卷的时候我一般会换个阵容。哎哎啊，玩个这种屌毛阵容有同行的，能不能快死一次，完了不妙，打有同行的呀，就是那个空城的，好像是不是就是那个空城的逗逼，我记得有印象好像就是他，就那个空城的武器不热门，你们觉得武器强是因为你们看的是 TOC 的比赛，比赛里面武器表现好，我们统计过大数据的 T1.5 最后面，因为天梯里面的表现很差的，你们看比赛表现好是因为比赛节奏快，全是给压力的武器，特就是一个给压力的阵容，你正常天梯节奏没那么快，武器根本打不过的，到后期三不了的武器就是一坨。水银，这家自家，怎么这么多武器啊？不是吧？他妈感觉是个人都在玩武器，三不了的，直接水银拉人口算了。潘多拉魔盒战法怎么会是这样的？羊刀，真得要个羊刀。等一下，我的战斗机甲没了，刚被我卖了个猴子，靠！出个女坦吧，出个猴子吧，随便啥出一个吧。出个女坦吧，我战斗机甲被我卖掉了，我是个，我靠，我那猴子为了一块钱把它卖掉了，哎呦，我是个傻，兄弟们，我先把吃的点好，我饿死了，铁傻逼，我受不了，受不了一点。猴子也无所谓，不要猴子，我要那个女坦是最好的。羊刀来，三件套挺完美的。等一下啊，要不要先把外卖点好？哎，等等，我发现个问题，疯狂星，你们把我坑了。疯狂星期四能点外卖吗？不得自己去拿吗？不好意思，是不是要自己拿的？我点了半天，我发现个问题，我是不是人得跑过去拿？
能点吗？它怎么只有堂食选项啊？怎么点？怎么点？快快怎么点？怎么点？快教教我！宅急送，好，行，我去找一下宅急送。玩得很急，我感觉我这局游戏打完之前都不会结束。肯德基，外带，提交订单，三张优惠卡券。旁类，旁类怎么打？旁，是我机甲呢？我靠，他冒火了！巴豆两个 AI， 我能开出巴豆吗？我开不出巴豆的，怎么都是到店啊？完了，我他妈点不明白了，兄弟们，我要不点个别的算了，我点不明白了，我是个白痴，怎么点外送啊？小程序里面怎么都是到店了？太难了，顶不住了。电刀，肯德基宅急送是吧？哦，我好像在肯德基点单程序，宅急送小程序。天才，我又觉得我自己是天才。我现在肯定递不了的呀，我只要卡住五张武器，他们三不了就行，我递不了一点。然后靠螃蟹上人口，他们都没有未来的。我63块钱，未来很足。重伤 ，OK， 装备起来很好，补得很好。The Lemon 来了，要不拉了吧？可以，我拉了。第一下，新盖门巴豆门，滚！拿螃蟹偷一个箱子买张螃蟹 ，OK 的。肯德基宅急送，定位中选择地址。我的地址。哦，他被我录了一波，哈哈！哎，我怎么感觉这把打得这么轻松啊？可能是我太强了吧？应该就是我太强了，没啥问题。存钱 ，B 三，巴豆没什么太大提升。你看他的巴豆被我爆锤，这里来挡个吹风啊！哎呀，我终于能点上了，送餐地址搞定，然后看一下，宅急送疯狂星期四，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兄弟们，我点个 X 啊，云指原味鸡今日售罄，黄金鸡块今日售罄。啊！把我杀了吧！我点了半天，受气，那死了没啊 ？OK， 第六是吧？喜欢卡第六，是不是第六兄弟？是不是第六？喜欢卡，武器是不是死光了？我感觉能哦，武器还有一家，等这家死了，我可以开始冲。你这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还有个这种东西啊？打这家有点难打，他怎么能九人口的？好强，真地强！我只能点别的了，兄弟们。
随便点个吧。死了没？你怎么还活着，哥？快死呀！我开始存钱了，要追三星五费。小弟一点，三星四费也行。三星四费也行，压力有点大。想来毒我狼人，直接绕过他。正常来说，我的武器应该没什么实力呢，我才两星到现在为止。我感觉我武器不三，肯定打不过别人。现在，狂海再偷一下，我操，真没实力，真的没实力，真打不过。这怎么可能是打的他的对手啊？是不给打，打的嗷嗷叫。拆豆了，这种豆是鬼。开始拆豆是。大棒在谁身上？秘书。这样前排不太够，这样上前排不太够，感觉可以上这两个。那这些靠铁男了，这武器没实力了。哇，吹得好准！哎，我这德莱门怎么被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的德莱门还挂在上面哦。我铁男没斩杀的，我德莱门还挂在上面，我的，神志不清了。我怎么上面还有个德莱门？我忘了我上面还有个德莱门，不能想外卖的事情了，我得先打完，再想外卖游戏结束了要。还开个什么什么屌那个？人质化特工，这铁男感觉三不了。看螃蟹的，能多偷点钱吗？要不合了吧，偷偷合了吧。偷偷合了给盖伦。他们不知道自己要跟什么人交手。AI 滚了，四豆不要。
各差一张怎么办？这两个各差一张，这个也差一张，我不会这波死了吧？哇天哪，感觉死不了，应该死不了吧？完了完了，死了，19血，应该死不了吧？这两个得三一个，老盖伦也得三，一对一了，他怎么这么高的龙错？底下来个东西，但我没买到。追不到他，应该是这个是卖掉了才会出来的，不然不会出来。首先想着要吃鸡的事情。他好多龙错，有个两星稻草能丢的，可惜我现在转了个半九五出来。盖伦是两个控制。不动，武器卖了给谁呀？这装备给谁呀？这装备给谁有用啊？好像打不过呀，他实力好强啊，差的有点多，这波没吹起来。我操，满脑子想着吃饭的事情。第二还可以吧，两星武器被同行卡死了。